那大家好，我是最强的罐头。罐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我最萌身高的山羊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时间，我们要颁发的是才艺竞赛得奖的同学们。演唱组第一名502郭文娟，第二名315杨佩涵，第三名2年11班洪毅杰，佳作502吴婉琪，好，佳作502林芳宽和215林晨宇。好，那这么重要的奖项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杨丽君和上来上海为我们颁奖，掌声鼓励。同学。